我罚你替大当家铺床。为什么要罚我？当然要罚你啦，罚你只顾着兄弟忘了媳妇儿呗。铺不铺？不铺算了。兄弟是手足，女人是衣服嘛。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，像有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吧。为了报答我，明天早上也帮我铺了吧。好，等你明天早上起床之后，我就过来你的房间帮你铺床。哎呀，跑来跑去的多麻烦呀，不如留下来。留下来？好啊，一起睡就一起睡，你别后悔啊。我有什么好后悔的？